我们在那儿的留守人员在夜里抓到了一个女人。谁？是夏宝珠的一个雇员，叫黄阿梅。审了没有？审过了。他说他之所以夜里潜到店里，是因为白天我们封锁了店面，他不敢过去。可是我初步判断，他并不知道夏宝珠的下落，否则的话，他不会冒险在夜里去取一些不值钱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我坐在这个位子上，有时候感觉到很恐慌。恐慌？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会决定着每一个帝国士兵的安危。我不希望自己出错。中国那么大，我们面对的不是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，而是成千上万的人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在抓捕罪犯，而是面对一群沉默的、随时都会爆发的复仇者。上海那么大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大规模搜捕我们根本无法做到。我们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……您的意思是，我要用张新强和这个傅源做诱饵。这是陈春雪和夏宝珠根本无法抗拒的诱惑。我要亲自审问这个女人，不管她交不交代，都要把她和张金桥一起叫到法院，作为夏宝珠的同伙进行审判。您是想利用审判的机会，让陈春雪和夏宝珠露出破绽？这是个好办法，我明白了，我立刻安排行动计划。枪手对着宪兵队门口开了十枪，枪枪追命，不到两分钟就杀了十个宪兵。听说现在闹得可大了，都传开了，说是日本人抓了天公堂的老爷子，天公堂的杀手回来报仇的。我怎么觉得这个手法有点眼熟啊？这帮混蛋，有本事你抓我呀！你抓个店员算什么？你看，杀手组织天公堂浮出水面，坊间传闻天公堂既是杀兰花，这不是黄阿梅吗？他们抓了黄阿梅，小丫头毁在我手上了。怎么办？他们抓了服装店的店员。他们还要在法院公审老爷。法院是汪伪政府的，他们只会替日本人说话。公开的审判，就是想把影响做大。这是对我们挑战的回应。看来现在日本人是接招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舞台是他们搭的，可是戏该怎么唱，就不由他们决定了。走吧，去法院。你真的想在功臣老爷那天动手？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可是在路上劫车的话，我们人手不够。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，走吧。
看得见吗？看得见是吧？别砸着了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没看到禁止入内啊？赶紧出去！快快快，赶紧出去！他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们去认认他的老窝吧。走吧。我进去看一看。小心。
把枪放下吧，都是自己人。他是谁？跟你说了，是自己人。都别动。支田队长，铃木大佐要见你。冒昧打扰，我是领事馆卫队队长铃木。请坐。我想见张新桥。住在海军公寓六号的房客，东亚书店的经理梁介是我的朋友。您知道那位房客的身份？是的，我还知道派遣金司令部拒绝向你们提供有关他的材料。看来你一直关注着宪兵队对这一系列暗杀事件的调查。是的，我有极高的权限，我还可以了解你们这里的一切情况。那你想从张新桥嘴里得到什么？这是你不能知道的秘密。那梁建先生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？这也是你不能知道的秘密。请铃木大佐告诉我，我能知道什么？你必须要配合我的工作，满足我的要求。铃木大佐，这是派遣金司令前发的有关证明材料。我可以配合铃木大佐的工作，但是我有一个请求。请讲。希望铃木大佐的工作不要影响我抓捕天宫堂的逃犯。好，你放心，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请跟我来。不相识，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一位呢，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起的那个，老改主意的那个。对，老改主意的那个。原来我落下这么一个名声。大名呢？陈春雪，叫我小雪吧。小雪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一位呢是我大姐江秋宁。谢谢你救了我小妹。哎，这话说的可不准啊，是我救了她在先，她呢是拿枪救我，而我呢就凭这张嘴喽。还有这一位是我的小妹李香妹。我开玩笑的。哎呀，你手劲真的很大，身手也很不错。哎呀，刀再快也不如你的枪管用。哦，我弟弟小黑。哦，你好。
啦。你还没有自我介绍呢。我叫上海一枝花。志田君，谢谢。我的讯问需要单独进行。请。卑鄙下流，狗屁级别。为什么袭击田佩然？你是谁？提问者是我，请回答我的问题。你说的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我只是一个在家养老等死的糟老头子，这样的事情我做不来。当然你这副模样是做不来的，但那些杀手是你的人，为什么要杀梁介？你觉得奇怪是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想杀的人是梁介，而不是年轻的海军上士？张新桥想知道这个日本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他为什么也会关心梁介的事情？现在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的答案令我满意的话，也许你还能活着离开这个房子。告诉我，关于梁介和田佩然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原来你就是那个天空堂的杀手，虹口俱乐部的汉奸，海军公寓的日本兵，还有上次救二姐，宪兵队的那些小鬼子，都是你干的。你干的实在太漂亮了。日本鬼子呀，还把帽子戴在我们头上了，说我们跟天空堂是一起的。咱哪有那本事啊？可是现在日本人为了这几个案子抓走了我父亲，对了，你去法院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店员，被我连累了。他跟你们没关系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想救人。不行，怎么能让他们参加呢？小雪，你的心思我能理解，但他们毕竟是外人，这关系到老爷的生死，我们还并不了解他们，万一出现什么失误，这个风险我们不能冒。高伯，别的行动我不敢说，但这一次他们是可以参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算我们不合作，他们一样也要去救人，到时候说不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。再说我们这里只有三个人，人手根本就不够，除了跟他们合作之外我没有别的选择。
高伯，我觉得小雪说的有道理。好吧，那咱们先把计划做起来看看。看来你对这个张新桥过于仁慈了，他根本就不跟你配合。他是老江湖，知道怎么对付审问。那为什么不用刑？他岁数大了，太重的刑会要了他的命。再说了，他身上还有铃木君需要的秘密，如果他死了，铃木君会不高兴的。对于织田表现出的不满，铃木不以为然。此时他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让他上法庭？像天空堂这样的罪名用不到刑事审判，军事法庭就可以直接宣判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他做下这些暗杀已经是公众关注的焦点，如果我们一味地再去掩饰，只会让更多的流言在传播，对帝国的形象不利。宪兵队所掌握的证据足以宣判他死刑，可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法院的审判，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，凡是反对帝国的抵抗行为都是在犯罪，没有好下场。铃木君，您觉得可笑吗？赤田君，我很钦佩你的胆识，但这里不是你曾经获得高级警官荣誉勋章的日本，这里是上海，是中国，是被我们占领的国家。战争意味着征服，意味着你死我活，不需要讲那么多道理。什么时候开庭？下周三上午九点。开庭就不要让他去了。铃木君，法庭会变成他宣扬抵抗帝国思想的讲台。可是你把一切都准备好，让法官直接宣布就可以了。这个人对我很重要，我要求你负责保护他的安全。很快我会想办法让他开口。好了，先这样吧。从宪兵队到法院大约是12里路，我们有一辆押解车和前后两辆护卫车，我建议沿途要增加便衣布防。我同时建议在押解车中要增加人手，至少要增加5个枪手，这样不管陈晨雪想用什么方式，只要他打开车门，我们就可以开枪射击。有张新桥和黄阿梅在我们手上做人质，他不敢开枪，他没有任何攻击能力。这一次计划有变动，张新桥不能去法院了。向上面汇报，我要抗议，我要抗议派遣军司令部这种干涉办案的恶习。在宪兵队救人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放弃。去法院的路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我们想得到，日本人他也想得到，所以这一路上他们一定会加强警戒，而且押送是在白天，从宪兵队沿途到达法院都是主要街道，行人众多，不利于我们动手，所以最好的地点
应该是在法院。这个江秋宁很有头脑，下一步就是要弄清法院的详细结构和开庭当天的警卫安排。这几天我泡在图书馆，你们看我发现一样东西。这是一张电力管线分布图。之前小雪发现在法官休息室的对面有一个维修房，在这维修房里有一口井，这口井人是完全可以下去的，从这口井可以通到几个街区以外的小街上。这儿安全吗？这条街是一条后街，平时很安静，没什么人经过，所以我们进入和撤退的通道就是在这条街上。嗯，不错，有了这口井，撤退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井里空间狭窄，撤退的速度快不了，如果日本人注意到这个井口，那咱们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抓住了。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，高博，这个需要你出手帮点忙，到大头那儿弄点炸药。炸药？嗯，我们需要三个爆破点。第一个是在这道门，爆破以后废墟就会堵住这个门口，这样就会把警卫拦在了这道门的外面。第二个爆破点是这堵外墙，可以误导警卫，让他们通过这个外墙去外面抓人。第三个爆破点就是这个井口，当你们所有人都进入到这个井内以后，引爆炸药，这样就为你们撤离赢得了时间。我和宝珠就会在这个出口接你们。这次做大了。报告队长，请进。明天就是法庭公审了，我们是不是按原计划布防？我担心张新桥不出现，陈振雪他们会取消行动。布置下去，明天布防计划不变，我一定要抓住那个杀手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慌什么呀你？对不起啊。站住，证件。哦，没有证件不能入内，你必须出示证件。你让我进去吧，你不认识我吗？等我进去了，你和高博到井口那儿和夏宝珠他们会合。好。去吧，你明明认识我的，我只是今天把出入证丢在家里了，让我进去吧。你不要怪我，我只认出入证。哎呀，今天特别，你就不要给我添麻烦了。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赶快回家找找吧。哎呀，哎，让我进去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迟到。
走吧。这位就是高博。高博，你好。来，来，慢点，慢点啊。这是给张老先生准备的。考虑的真周到啊。快，报告队长，集合完毕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尽量抓活的。伏击吗？怎么一点状况也没有发生？乌鸦嘴，没有状况还不好？你不想活着回日本见老婆了？你说的对，最好每天都没有状况。退了，不要再往前走了。别急了，把犯人押到候审室，严加看守。退，不要紧，起来，不要紧，对，往后退，退，我们退后，快点，别起了，退后，行了，行了，退后啊。
高伯，你在下面接你干爹。我爸在哪里？